如果要在这个框架之外啊，再做其他的这个啊，像您刚刚提的这些东西，我认为第一个，我们可能这个举债上限就要破表了，啊，大概可能要朝那个方向走。我们今年还没有破表啊。没有了，对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今年我们现在基本上也希望能够把债务这个余额啊比例，我跟你强调就是说要往下压。现在基本上来讲，外面无感就在这里嘛。你做了，你说增加什么，就外面听不出来。跟委员报告，很抱歉，因为这是105年的预算，这是明年才要执行的预算。那我们中间啊，就因为基本的方向已经定了，中间在104年可以做的，我们已经可以提前做了，我们都提前做了。大概是以目前这样的方式，所以说，如果你说我们今天提这个105年预算，大家没有敢，那是105年才开始执行的啊。那我们现在是为105年先布好局，啊，在105年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希望说，透过公共建设的这个大幅度增加，透过科技预算的大幅度增加，然后在这个地方能够把国家的这个整个的经济带。